中了！何人中了？八公子中了第34名。好，母亲，儿子给您道喜了。恭喜母亲，恭喜二弟。还有其他郎君呢？回老夫人，还有三公子他。他也中了？三公子中了解元。我去收押你，快点吧，这么多人我们都挤不进去了。是是是，都赖我，等会儿让你站到我肩膀上看。好。哎，放绑了，放绑了。轩哥好歹没辜负多年的苦读，不像我弟弟林梦，估计知道自己中不了，连发榜都不敢来看。大姑娘，我中了。我看到了。母亲说，等我中举，就上罗府提亲，我这就回去禀告父母。定备齐36里，不会轻慢了大姑娘，还望大姑娘等我好消息。多谢母亲，多谢妹妹。对呀，这位公子就是解元啊，人中龙凤啊。多谢多谢多谢。哎，公子，国家强民尚在此闺中啊。哎，公子，不如跟我一起回府吧。哎，公子，中了，中了，大喜啊，大喜啊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。何人中了？八公子中了第34名。好，母亲，儿子给您道喜了。恭喜母亲，恭喜二弟。还有其他郎君呢？回老夫人，还有三公子他。他也中了？三公子中了解元。你慢慢说，一个字一个字说，大声地说。恭喜老夫人，三公子罗慎远中第1名，解元。好，给老夫人贺喜，给二爷贺喜。恭喜母亲。
了，别笑了，笑一路了，脸不酸啊。我之前都只是听说这宝校抢亲的事情，今日亲眼所见，还真是大开眼界。还好跑了，不然都不知道被绑去谁家了。那就祝我三哥早日中个省员，再中个状元，那宝校抢亲的人就更多了。不过我想很快就会有人去我们府上议亲了，到时候我就会有个嫂嫂了。你说你成天净想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呀？这怎么能是无用呢？难道你还能一辈子不成亲啊？我若是娶不到自己喜欢的人，这辈子我就不娶了。好，那就希望我三哥早日遇见心上人，这样我就能早日有个嫂嫂了。吩咐下去，所有田庄歇工三日。是，大娘子。恭喜三郎解元之喜。同喜同喜。瑞香撒钱。是，大伙沾沾我们罗府的喜气。拜见祖母。快些起吧。是是。慎远、轩远都中了，这可是我们罗府的大喜事啊！今日啊，府里备了席面，大家坐在一起，高兴高兴，一个都不许少啊！嗯，多谢祖母。多谢祖母。谢我做什么？是你们父亲令人备下了席面。多谢父亲。母亲三钱回来了。给母亲道喜。你瞧瞧你红光满面的，这是散了多少财啊？也没多少，三郎如此争气，这不是高兴吗？如今啊，你是解元嫡母，是该高兴的。成章啊，空闲时候带上海如去寺里还个愿吧。是母亲。母亲，让您破费了。怎么能是破费呢？这是你给我长脸。母亲，您还是省着点吧，这之后啊还有会试和殿试呢。你不用担心，只要三郎好好考，母亲想散多少就散多少。成文啊，你们也不要太失望了，一次没考上，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呢。是是，母亲。虽说你中了解元，但科考之路才刚刚开始，不可骄傲自满，春闱殿试才是见真本事的时候。是。轩辕，你也不可懈怠，会试还是有机会的。是父亲。我已求了父亲，父亲准你不用再跪，但要禁足碧莲阁，不准出门。我都听说了，你中举了，父亲一定很高兴，以后这个府里就没人敢瞧不起咱们了。轩哥，你怎么了？为何中了举还不高兴？有什么可高兴的？我不过是中了举，哪比得上解元风光？没事吧？山哥中解元了。姑娘，是齐墨轩那位中了头名解元。